六题，第六题到第八题是题组，右图是轩伦在直线路上骑电动滑板车时，位置 X 与时间 T 的关系图，请回答下列六到八题。第二题是我们说有关他骑滑板车过程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他在中途中总共休息了十秒。我们是 X T 图，休息就是我们的 X 并没有移动，并没有前进或后退，所以我们表示这一段是休息时间是从四秒休息到十秒，所以他休息了六秒钟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选项 B 说他在零到十秒钟向前骑了二十公尺，我们的零秒的位置呢是在十，那我们的十秒的位置是在三十，所以三十减十，我们前进了二十，所以呢选项 B 呢是对的。选项 C 说他在第四秒末开始返回出发点，我们的第四秒末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停下来的，我们是到了我们的第十秒才开始回头，所以呢我们的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选项 D 说他在零到十秒内的位移为五十公尺，我们的零秒的时候呢是在十，我们十六秒的时候是在零，所以他是反方向走了负十公尺，反方向走了十公尺，所以选项 D 呢也是错的。所以第六题我们说有关他骑滑板车过程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他在零到十秒内向前骑了二十公尺。